会回想刚才最后一首歌，在跟咱们的 UN Singers 一起去唱的一首歌，就会觉得很神奇。在中间间奏的时候，我会环顾的看了一下周围的，刚好是30位 UN Singers， 你会发现大家一起在唱中文，然后唱的是自己的歌，就那种感动会非常非常的浓厚和强烈。青州。上午，央13新闻频道9点的新闻直播间报道了周深受邀参加联合国第15届中文日的活动。采访中，周深思路清晰，言之有物，表达游刃有余，就一个字，稳。侃侃而谈，落落大方，风趣幽默，不断宣传中国文化，周深太棒了。首先非常欢迎你来到联合国，你看大家现在在镜头外面看不到，有很多的这个粉丝，你对于你在联合国现在有这么多的粉丝，你有什么想法吗？我不敢这么说，那我觉得很幸福，非常荣幸的是能够在联合国用中文唱歌，然后去表达歌曲里面的意思，去表达所有的美好寓意，而且刚好也在咱们的谷雨，穿着非常有谷雨信息的这样一件衣服，去给大家带来美好的祝福，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你这是头一次来联合国？对啊，当然。所以你头一次来联合国，然后就在这里唱歌，你有什么感受吗？我想非常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印象是经常来自联合国，我的感受就是。有很亲切的地方，比如今天我们在会议上，我非常紧张，但看到下面熟悉的面孔或者是不熟悉的面孔都在说着中文的时候，我觉得就很亲切，就有个很温暖的拥抱的感觉。刚才你聊到《和平颂》里面，你说你唱这个歌的时候，你有一种特别肃穆庄严的这种感觉。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音乐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那今天来这里你是来庆祝中文日的，对，你觉得如何通过音乐来向世界传递中文的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最简单的基础，就是只要能够让大家听到，或者能够让更多的一个外国友人们，或者是让所有的人，就是让更多人听到，就是所有美好的开始的发生。所以就希望我们所有的音乐的从事者啊，或者是我们所有的华人华侨胞们，大家可以一起，就是让更多人听到这样的音乐，去创造更多的美好的缘分。好的，好，谢谢您。一直在说周深联合国活动相关，大家也别忽略了其他的内容。昨晚《奔跑吧12》开播，大家看了吗？一开播，郑恺公主抱周深，周深一秒过圈，周深你怎么还当上保镖了？周深、宋雨琦一场酣畅淋漓的商战等词条就上了热搜。一个先导片，周深就有6个热搜，厉害了！这反差好大呀，涛姐！跳跳，3、2、1，跳！3、2、1，跳！哇！3、2、1，跳！3、2、1，跳！哇！另外，周深第一本单人封面时尚杂志终于要来了，时尚伊人时尚 Cosmo 2024年5月刊，权威时尚杂志，世界时尚五大刊之一，预售时间4月24日上午9点29分，这个还是值得入手。还有最重要的好消息，周深10周年巡回演唱会终于正式官宣。周深发微博说，从不敢相信到紧张到期待，我居然又要开演唱会了，谢谢每一位听到我的人，谢谢我的生命，我的声音，我想说的话可能本该像 9.29赫兹这个频率的声音一样无法被人听到，但是因为有了你们，好像很多东西都变了，你们听到了，并且我确定，如果你也觉得和我一样，很多时候的孤单或者没有被听到，那你也要相信，你和我一样，也有很多爱你的人、支持你的人一定会遇到。再等等，这次我先9.29赫兹见。这次演唱会一次性官宣了4座城市，5月18日、19日上海，
6月1日深圳，6月15日成都，7月13日贵阳，其他城市敬请期待。上海场将于4月23日20:30开启预售，上海站、深圳站已在大麦上架，而且上海每奔连开两场，属于极限开座。官宣不到一个小时，已经有13.5万人想看了。就目前这个想看人数，抢票已经很难了，估计最终想看人数会是几十万级别的，难抢系数属于地狱级别了。大家加油吧，祝大家都能抢到票哦！周深好忙，好消息一波接一波，要录综艺，要发新歌，还要去联合国唱歌，要开演唱会，还有杂志封面，从国内忙到了国外，生命们也很忙，要看节目，要点赞，真的是又兴奋又激动。周深经历过生活的百般磨砺，他犹如一颗被不断打磨的钻石，终于闪耀出独属于自己的璀璨光芒。或许在梦开始的时候，他是孤独的，是黑暗的，他想要一束光，一束能照耀他前行的光。在他磕磕碰碰的生活中，他终于找到了这束光，音乐。这束光会一直陪伴着他的一生，照亮着他的前途。璀璨热烈的夏日即将来临，向光高歌的巡演也将拉开序幕，一起来赴深深的10年之约吧。无论世界变成什么样，我都会为他付出全部的爱。我其实私底下听歌，我其实风格很不限制，我觉得全世界的歌我都会听，但是最后我觉得能够给我一片宁静，因为自己母语是中文嘛，所以你听中文的时候就会倍感亲切一点点，所以我听像邓丽君女士的歌会很多，然后王菲老师的歌也会很多，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流行音乐，更年轻的歌我也都会听，不同的心情你可以听很多一些不同风格的歌，就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你拿起非常经典的老歌，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剪不断，理还乱。就那一下就会感觉把你的情绪把它像揉丝线一样把它慢慢慢慢捋开的感觉，我觉得一切时间好像都可以变慢下来，我觉得这是个很美好的体验。大家好，我是周深，欢迎和我一起关注联合国新闻，和我一起了解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